碰撞完，好好，然后哦，注意看后面，对，林志杰就是夹了这个杰伦的手了，哦，后面还有后续啊。Garcia 吃完小笼包，吃牛肉面。Garcia 最喜欢台湾的食物是鼎泰丰的牛肉面跟小笼包，当然他也很喜欢喝水果茶。哦，曾文鼎的一个大拐子之后，对，哦，今天硬碰硬，志杰来了。志杰，可你想拉都拉不下来啊！志杰向裁判抱怨说：“哎，那你是不是要吹他一个 U 呢？”看一下这个球，第一拍、第二拍、两拍还拉手，哎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所以这样的考验裁判，哦，这个一模一样。德威三分线外再戳一个嘛，有！便当 T 恤已经也做出来了。林书伟持球时间蛮长的，双脚垫步走步啊。阿吉在抢。假动作单脚跳两次，哦，这个落地走，看看他的企图心，暴扣篮筐，来自于乌克兰的国家队，上礼拜我傻傻的把他考成亚洲区，后来回去翻了一下地理课本，确定是欧洲强权乌克兰。哇，那这边看一下赖平恩也回进一个，右边的四十五脚再来一个。莫非梦想家的问题就在塔克老师的身上？进攻是不是还是由他来发动？德威 Lopez 要来单打塞瑟夫，有现在裁判第一时间似乎是抓塞瑟夫的犯规，那塞瑟夫感觉有点吃亏，他其实是被 Randall Walker 给抓到。后续其实德威跟他有一个身体的接触，哦，做了一个有点挑衅的动作。哦，这些其实都要避。现在 P League 的裁判越来越不好当了。对。场副方落后一大麦，太重了，杨敬敏他给他，哦，进攻犯规，打关了，对，张宗宪，前面的杨敬敏再做一个地板传球，被灌篮，而且比较靠近篮筐了一点，低了一点，而且蔡文成刚好有，他要上罚球线，哦，身体有一个碰撞，四楼要小心，杨敬敏外线被撂倒，要站上罚球线。林俊吉三分外线投射，哎呦，他未来会不会变成小前锋了？杰伦杨，刚才三步当两步走，是。哎呦，自爆传球，我觉得杰伦是不是这个球怎么放就是不进呢，啊？都没有人呢，啊。给林俊吉，现在谁的胆子大呢？就是阿吉，再进，林俊吉连拿五分。林志杰碰到 Walker 的协防没进，再抓篮板。哇哦，好球！不给您上翔，林志杰犯规。林志杰当然会觉得很无奈，对，他觉得他没有动。Julius 教练直接转过身来，他的六连胜是。有他们才有今天的表现吧。这一胜对于梦想家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？应该接下来气氛会变好吧？